请写出闹别扭的别。闹别扭的事常常是发生在女生身上的，男生常常看到。王振林，我可以叫你王昌杰吗？你给我写那个字。今天虽然许老师没有来，但是我们用许学仁老师的标准来看啊，全错。一字千金，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。